加灵动而迷人。内向型的个体往往更喜欢较少但深入且有意义的社交互动。装包，蓝色装包，蓝色。蓝色是我，抱歉。感受型的体重是情感表达和敏感性。你妈打完一个残局，他妈就在那边给我耍帅，我来干你啊！妈的，你打完那个人，马上跟你说帮我捡狙再管房，他妈的还在那边给我看尸体，那边砍。砍上他小、啊，干你、啊！等你妈下葬的时候再去砍呐、啊，干你、啊！一样都是死人、啊，操鸡掰！我要秒杀小啦！我姐叫我测试这个、啊，我去拿个饮料，等一下测。啊，肥宅快乐水，你经常交新的朋友。今天那个阿北算是我们新的朋友吗 ？Flashback， 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怎么甩？我们那个叶涛讲啊，阿北是摩托啊。叶涛讲的啊。叶涛讲高阶吧。阿北，你做高阶的吗？你有常常算无？我十工来。十工来哦。哎呀。哎，领导也在亏全脸呐、啊，这在临时哎。End of flashback。四。那就同意咯，你花了很多空闲时间探索各种激起你兴趣的随机主题。什么叫随机主题？这应该没有，反对。看到别人哭容易让自己觉得也想哭。中间还好。通常会为备份计划拟定备份计划定制制定备份计划。备份计划的备份计划，太绕口定了吧？那个题目很难诶。还好。欸，你不能选中间啦。为什么不能选中间？这样就不准了。是啊、哦。你上一个重选，上面那一题。那选这个。哦、一直吵，一直吵是怎样啦？没有你有赢过啦，有你就不会赢啦，白痴起司。你就只会打嘴炮，快点啊，你不想就扁你哦。嗨 ，OK。在社交活动中，你很少尝试向新人交际，而主要是与您已经认识的人交谈。同意。我很孤僻，我是土豆。你更想要在开始另一个项目之前完成本个项目。反对，你很多愁善感，同意。你喜欢用组织工具如日程表和列表，反对。即使一个小错误让你怀疑自己整体能力和认知水平，没错。只要找到一个你觉得有趣的人身边，然后开始在他们就觉得很舒服，同意。你对讨论创意作品各种诠释和分析不太感兴趣。应该是有点小兴趣吧，我也不知道、欸、你更倾向于跟随你的头脑，不是跟随你的心。同意。像刚刚这个选择，我们就是跟着我们的头脑，我们就是先求稳啊。如果跟着我们的心的话呢，我可能会放小蜜蜂在3-0，或者是 G2， 或者是 ENC， 但我们没有，我们是很理性的。不是感性的，所以我们是用我们头脑。您通常更喜欢在任何给定时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而不是计划特定日常工作。对，太绕口令了吧？日程表没规划就想做 ，VS 有规划，反对要有规划。你很少担心您是否给遇到人理想一下，反对，我很担心。你喜欢参加集体活动，普通。还好，您喜欢对使您对结局做出自我诠释的书籍和电影，书籍和电影就是不能烂尾就对了。自我诠释要有一个为什么，同意，不然就变成烂尾了。您的幸福更多来自帮助别人完成事，而不是完成自己的成就，同意。您对
很多感事情感兴趣，你发现很难选择下一步尝试什么？反对，对什么事都没什么兴趣。你很容易担心事情变得更糟。同意。您在避免小组环境中扮演领导的角色。同意。您绝对不是艺术类型的人。小同意。What？ 隔壁的车头灯比我亮。干你啊！你啊！有多亮有多亮？您认为如果人们更多地靠理性而更少依靠自己的感受，世界变更美好？同意。让自己在放松之前，您更喜欢做家务？反对。倒垃圾不算吗？好像算耶，那好像要同意耶。您喜欢观看人们的争论？然后把撤到干嘛？干嘛？妈的，留下两、啊、下面两个好不好？我刚说我没有，我刚说我啊，我刚 CT 炮枪啊，我不在说你。您倾向于避免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。同意。你的情绪会很快的改变，爱生气。您对效率不如您的人失去耐心。同意。您竟然在最后节日完前做事情。同意。您一直着迷于死后发生什么的问题，如果真的发生的话。反对。2024就不干我的事。您通常更喜欢和别人在一起，而不是独自一人。同意。当讨论度变得高度理论化时，你会觉得变得无聊或失去兴趣。同意。发现很容易同情一个与你经历非常不同的人。同意。您通常会尽可能长时间推迟或最终决定。同意。你很少孤疑您所做的选择。孤疑。狐疑。狐疑吧，狐疑，哦，狐疑，狐疑起下面，怀疑，怀疑，反对，我怀疑，你想认尿是尿是你正所需要的，反对，在家打电动，狐疑检查，您喜欢去艺术博物馆，还可以。你经常很难理解别人的感受，很难理解别人的感受。反对，我能理解。我们是中立的人，中立的人。您喜欢有一份每天的代办事项清单？反对。你很少感到没有安全感？同意。你会避免打电话？同意。您经常花很多时间试图理解与你自己截然不同的观点？反对。在您的社交圈里，您是经常联系你朋友并办理活动的人？反对。如果您的计划被打乱，您首要任务就是赶快回到正轨。同意。仍然被您很久之前所犯错困扰？同意。您很少考虑人类存在的原因或生命的意义？生命的意义？反对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您的情绪控制胜过您控制他们？反对。您非常小心地不让别人难堪，即使这是完全他们的错。同意。您的个人工作风格比有组织和一致的努力更接近自发的能量爆发。这是古乐乐等写的公司家小。工作风格比有组织和一致的努力更接近自发的能量。That you had you could you do you want. 同意。当有人对你评价很高，你会想知道他们需要多长时间，就会对你感到失望。同意。你喜欢一份大部分时间都需要你独自操作的工作。同意。您认为思考抽象哲学问题是浪费时间？哲学，抽象哲学写下面。抽象的哲学是例如什么？例如什么是美？同意，浪费时间。什么是美？干我什么事？与安静私密的地方相比，你更喜欢繁忙熙熙攘攘的地方。可是我的耳机里面都是爆音，那应该是同意。松鼠被压扁是松饼还是薯饼？这个有点难，这个有点难。这个也是抽象的哲学吗？您乍什么念？乍一看，乍，您乍一看就知道某人的感受。同意。您经常感到不知所措。同意。您有条不紊地完成事情，不跳过任何步骤。反对。您对被标记为有争议的事情很感兴趣。
还可以。如果你认为别人更需要他，你会把一个好的机会让出去。同意。你会在最后期限上挣扎。同意。您对事情会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有信心。那是一定。没了。探险家。探险家灵动而迷人，随时准备探索和体验新事物。60%内向型，内向型的个体往往更喜欢较少但深入且有意义的社交互动。64%现实型，现实型的个体务实而脚踏实地。你看吧，我就是脚踏实地的人。61%感受型，我不是逻辑型哎、欸。我没有逻辑耶，39%逻辑，我没逻辑。感受型的体重视情感表达和敏感性，他们非常重视同理心和社会和谐及合作。确实，展望型，展望型的个体非常擅长即兴创作，要哎哎呀哎哎，和适应机会。他们往往是灵活的，不墨守成规者，把他们吸引性看得高于稳定性。谨慎，谨慎型的个体自我意识强，渴望进步，渴望进步。哎，没了，这样就没了。